分钟一分钟这样就做完了，或者咱们这么就。我们现在在 OPPO 在高通的摊位上看到他们展示他们用 5G 的手机在搭配他们架的 server， 然后把游戏如何流畅的串到萤幕上。那我们可以发现它在画质和速度上是完全没有的 lag， 也就是说可以让体验者在非常的高速跟及时还有视觉上的享受中，然后感受到游戏畅游在游戏之中。